今天来给大家介绍这一套教简体字的他说小学生常用的1500个字，我觉得我挖到宝了，因为呢这是很就是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，然后很便宜，这一套好像才美金差不多50多块而已，而且那是联运，他淘宝上面有哈，他这个是它有读本，然后还有我等一下给你看这个秘密武器在这边，先给你看这个读本好了。它从简单的开始，而且它这个是很符合亲子共读的，所以比如说它第一课一本里面大概有11到13课，然后一课里面对啦会有很多新的字，不过它是属于是共读型的，所以说呢这边比如说红色的字是小朋友学的字，黑色的字是妈咪或是爸爸 来念的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哦，我们第一课是学木啊耳啊鼻口牙舌，然后呢第二课你看颜色也不错，画的不算是最好的，可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因为我觉得通常教材有问题的地方就是，如果你只教一点点的字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哇这一篇东西好无聊，然后可是如果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读的话呢，你只要选择性的哎，我只要知道这些红色的字就好了，其他的字叫爸爸妈妈帮我念，那道理像是说 OK， 虽然他们只学了红色的字，可是他们也看到黑色的啦，所以多看看，我其实觉得他们也会把它背起来的，多念多背的话都会这样。然后看哈，给你们看看最后第一本最后一课，你看字会越来越多，你在外我在里，你是弯的我是直的，我觉得前面教那个基础的时候都是课文会有一点无聊啦，比如直啊弯啊凹啊凸啊，这边有雨伞皮包灯光书画车毛巾啊，就是 很基本的一些东西，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弟弟奶奶什么的，反正第一本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它有6本，所以你要知道短短的6本会教1500个字哦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拿捏你大概一本 要读多久这样子。第二本翻给你们看，他是说这是适合5到6岁的，所以内容来讲也是适合5到6岁去念，你不要突然去教个10几岁的，可能会觉得里面内容很无聊哈。这边足球拍手歌，你拍一指头发，你看很适合小小孩，你看这边的第二课已经开始有2页了，不挑食学学玩玩，这些都是教一些基础，然后这边开始有一点小故事了，现在天气冷啦，你看开始课文变得比较长一点了，青蛙公园早晨太阳出来了，小草小树更绿了，小燕子在天空中飞来飞去，公园里有鲜花有小溪，太美了，所以这一课这课有2页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翻到哒哒哒哒第6本，看看有变多难哈，哇，所以说他们要念的东西就变得比较长，不是他们要念，是他们要听的东西会变得比较长，他们认的字还是里面有，比如说这一课有1 2 3 4 5 6 7 8 9 10，看看有没有重复的，11 12 13 14 15 16，一课大概学了16个字，哇更多呢，这一课有2页，魔法表演开始念的东西比较难了哈，而且比较故事比较长，你看这就变很多字咯，这
这跟那个四五快读的那个感觉很相像，只不过教得更快。我觉得你可以先做四五快读，然后再来这边去补填自己没有的字，然后多练习念这样子。那你说，哎呀，这六本这样子还是很难教啊，虽然只有六，就是六本，你觉得教太快了。你知道它好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它的秘密武器不在于它的课文，它的秘密武器是对付像我，就是大家家长都很忙嘛，没有时间干嘛？没有时间自己做识字卡，太棒的识字卡了！你看看，它每一个字有个形状，然后有一个图画，然后这边有写，这边有写的小的写的拼音。然后它这个就是 A 第一课全部红，你刚刚看到红色的字，它都会帮你弄出来。所以它哦，每一课它有说嘛，这边一课大概是九个，不是每一课，它不是针对于课，它是说第一页九个字是哪九个字这样子。然后它背面就是只有字，然后字呢，它还给你大大小小的，还有不同的字体，所以。小宝贝们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很多小孩子哈，他们认了字以后，然后你自己用手写的时候，他认不出来哦。所以呢，他用不同的字体来表达同一个字。那我是希望他有一个比较像手写的，不过没关系啦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所以你可以自己把它剪下来，然后给小朋友。你看，有六本哦，彩色的。它没有很厚，所以如果你是两岁的小孩子要用的话，不是不行，就是你要去，就是给它保护一下，对。是不是做得很好？有一个图画可以让你好好的记住啊。为什么繁体字的没有呢？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们也要学简体。我这一套就拿了，而且我觉得哦，如果不要把它拿出来剪的话，其实很好携带。你就刚刚课文念一念，然后这个偶尔去给它闪一下，给他们这样子翻，其实也不错，不是很好吗？都帮你做好了，只要剪下来，你连自己都不用剪，就小孩子剪就好了。反正他们那么喜欢剪剪贴贴什么东西的，就给它剪下来，你看。很理想吧，又很好带，又便宜，淘宝上面就有了哟。我也是在淘宝上面找的，没有一个固定的连接哈，所以自己找这个图案，然后去找一下，长得像这样子一盒，它就是来的就这样一盒，然后连运费大概是55块一套，希望对你们有用啦，拜拜。